人啊，逐天爱持守清净戒啊，不妄执为本啊，安住无了烦啊，正地得解脱。这这么简单，是咱人人啊，修行人的本分事哦。尤其是做人，咱的心中一定要有一个戒尺，道德的尺寸啊，咱必定呢爱顾修。唔通放逸去啦，生活的规矩啊，咱那是放纵放逸啊，咱原来啊本具的啊善良的本性，都容易作怪去咯。所以咱唔通把咱的本性去让外面游引出去。唔通放逸啦，咱来安住无聊法啊，无聊就是无烦恼嘛。咱逐天都会当真逍遥自在，无烦恼。这么久以来，敢毋是甲逐个人安尼讲呢？只系无贪无欲啊，就无嗔无痴。咱若无有贪嗔痴，烦恼啊就袂侵入，所以咱爱安住伫无有烦恼、清净的心地哦。咱培养咱的智慧，自然呐，咱的身心解脱、逍遥自在啊，这就是咱所要求的。所以经文内底阁安尼讲：上十出世清净善法，精持律行，如冰清雪净，修何为宜？如堕海者，爱惜芙蓉。那一段文都足简单的啊，咱凡是修行啊，要求出世，唔通搁再堕落这种纷纷扰扰啊，这六道或者是五道的内底，咱应该呢爱求出世清净的心。所以出世清净的善法，那必定爱真正的精，精而无杂吧。那持，持是坚持呀，不放逸。咱若会当精进坚持，伫不放逸。人家己自律自己啊，这要爱自律呢，啊就是啊，咱的内心啊，爱有一个道德的分寸。人人应该啊，爱修好道德的分寸，这叫做律己的行为，唔通呢，去。可以超越过，所以等下讲道德，敢那一个界线。咱菩萨道路呢，就是这么空中的大路，这么大条的大路啊！咱若无好好行，咱要走去边缘呐，超越了这个界线去，那咱的心啊！都会放逸去咯，所以精持律行啊，如冰清雪净，咱来修个真清净啊，
修好皈依呀，咱爱好好来修好皈依，如大海爱小芙蓉，咱的大海啊，哪怕你是坐大船呐，但是呢，船的面顶嘛，拢爱有准备的万一啊，万一。船那翻风啊，唯一会当救命就是芙蓉。这个物件，就亲像一个皮做的吼，伊内底都灌气啊。那万一有虾米呢？咱就是把芙蓉放对海里去，就会当载着咱人平安的度过了。红龙出世，迄、那个清净的显法啊，咱来用在日常生活中，都亲像呢。在这个茫茫大海中啊，咱有一个救命的浮龙啊。较早毋是捌甲大家人讲过去，啊，爱护千秋龙啊。苦海万丈波啊！这种的爱好就是叫做欲、贪欲啊，如火如洪流同款啊。咱既然发心要修行，咱就爱平安度过了千秋浪涛的爱欲流。伊的功夫呢，就是清净的显法。所以修行者，咱都要保持咱的身心清净。所以佛陀呢，就为咱这戒呀，安怎样在当头保护咱的身心清净，这都有律仪呀。敢若简单，这个律仪修好以后，都未去引生呢三千的烦恼啊，或者是八万呢的犯规，咱都袂咯哦。所以啊，咱应该好好精进，持修这个律行哦，心中道德的戒笑啦。爱听好好啦，那在这个日常生活中，自然都未犯规啦。所以修好为宜，生活中咱若失去了为宜呢，安尼，咱修行甲无修行差伫多位呢？迄、那个界线呢，就是修行者都爱顾好咱的为宜，顾好咱的律仪。安尼呢，来分辨呢，那是已经伫咧修行嘛，所以大家人爱真用心嘛，这个律仪爱修好吼，那道德的界线呢，真正爱用心修持。再来，多讲哦。